大家好啊，今日是第三日见我啦。咁第三日咧，今日点样做咧？梗系同男朋友约会啦。咁本身咧，我个头系咁样嘅，好乱啦，梳顶鞋啦，仍然都系。之后咧，中间分界，搵翻你条界出嚟，跟住咧唔使上任何嘅产品住。最簡單的就是瞓邊啦，咁呢度拎一執少少執嘅頭髮出嚟。然之後慢慢延伸，然後揾個呢啲夾啦，夾住佢。攞翻個預熱咗嘅棒棒啦，我咧就攞翻 Vito Sassoon 嘅呢一支 CC cream， 又係擠一泵啦，跟住抹開佢，慢慢喺你個頭髮上面咧上嘅，係唔少得一個美麗嘅唇膏嘅，咁我就會上翻一個。这个时候就这些说话呢就由平时男朋友跟你说到你同你男朋友说，喂你得未啊，我搞定了，我随时就得了，你还要多久啊，快笑笑啦。